哇，这个小姐姐好好看，我们去搭讪一下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如果我猜对了你的姓，你能告诉我你的微信吗？你是女性。猜错了，宝贝。猜错了，宝贝。盘点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搞笑瞬间。娘子天生丽质，貌美如花，肤如凝脂，吹弹可破。虽说夫君帅气逼人，却被娘子这一朵鲜花深深衬托了牛粪。你这是整没用的了，要多少钱直说。你说你到底要多少银两？1000文即可。你天天跟你过日子跟演戏似的。10块。没有零钱。你是有什么大病把人家是烘手鸡烘手不是鸡是手。就像是失去身体，给你个惊喜，过来。啊，这边什么惊喜？别动啊。在哪儿？好了，摘你这儿吧。什么？哎呦哥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接着又一个签就这么砸了过来，后来我就上岸了，感觉完了又感觉没完。可以喊我爸爸吗？喊你什么？爸爸。哎，在哪里？ 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. Randall Jordan. Hulk's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. 哎呦我的妈！发誓，我爱你。我不相信你！我的妈！哎！灯快上啊！我的发誓。来将可留性命？你爸爸。来将。嘿，你爸爸咋比我这样？怎么了？他俩跟马季。阿家独步江湖，带你呀可给我三妹妹。是喽么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不能找到看漫画？我去看雪。美女，你别带伞。你也太老套了吧，大叔。谁在浴室洗澡？你老王啊！老王，你快！哎，你过来进去！王哥，哎呦我的妈！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。你别笑！Hey, ich freue mich dich zu sehen. Komm, setz dich und als. 还有男的男生追了狗狗，叫姐姐。Nice。 哎，哥们儿，太巧了，你这也来做产检呢？对啊。你是谁的？雪花的。你是谁的？我是白薇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南方人嘛，第一次来东北，感觉天气那么冷，就想尝试一下，后来结果粘上去，舌头拔不下来了。
吃，不吃就上那里头。哎呀妈呀，进去了，妈呀，可毁了，真进去了。少的货。调查统计，全国70%的男人都渴望有婚外。老伴儿，我就是那30%的男人，我发誓，我要骗你，我是小狗。剩下的30%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旁边站了个傻逼。你旁边才站了个傻逼呢、啊、你旁边站了个大傻逼、啊、笑什么？对，你长得好漂亮哦。谢谢。姐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呗。不啦，姐姐已经结婚了。那姐夫是做什么的呀？姐夫等一下帮你剪头啊。孩子啊，感受到绝望了吗？下午的电话是什么呀？不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当时的那个气质呢？别说。可以叫我爸爸吗？喊你什么？爸爸。哎，在呢。吓我一跳。那个，我是一个大学生，创业失败了。能不能给我100块钱？我想买杯奶茶喝。哎，快走快走，我这都是骗子。我去，这不是骗子，我真是一个大学生。那这么的，你说你这大学生，我考你俩问题。慢慢过来。是吗？全都式的函数表达式，你给我写出来。我不会啊。那我考你个简单点的，全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啊？六大洲，五大洋，七大洲。那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这不是骗子，这是真大学生。这真大学生，来，给你100来。我也算命的。哎，哎呦，哎好。两条腿要抬高，峰哥做个示范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，你别笑。师傅，你等一下开慢一点，我有点晕车了。哦，好。都说了叫你慢一点啊。你会不会开车呀？他不会开车。啊！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都把我甩到人家身上抠去了，人家身上抠去了。美女，我车都还没骑呢。我还说哪有这么陡的路，还跳甩的。别趁我姐妹喝多了，你搁那嘎占便宜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发现我来姨妈了？你咋发现的呀？我拿八倍镜发现的，我看测出来的。我咋发现的？我去给你买点药去。你去。今天给你指一下，来媳妇儿，给你买药。谢谢老公。止血药啊！我现在不让你用上。老公，你喝来叉烧，我先给娘子烫。别看了，来喝汤了。
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别笑！娘！哎，娘！哎呦我的妈！别笑！娘！啊！